从流浪地球计划启动的第一天起就再也回不去了。In the past 72 hours, 地球错失了最后的逃离机会。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，地球将于37小时4分12秒后撞击木星。这是一场注定徒劳的救援。Mayday, Mayday, Mayday！气压降低，无法维持飞行生命。气压降低，无法维持。看来，我们只能靠自己了。30年来，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。这不是简单的救援，我们摊上大事儿。Warning: Earth engine system failing. Total 121 facilities. Correction: 1001. Correction: 3000. Correction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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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了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。这是我在军事法庭的，你疯了吗？怎么还等于同归于尽？是不能再死人了。地球上35亿人，我老婆孩子全他妈白死了。你可想好了，这是我们唯一回家的机会。快呀，快！我原来以为家在身后，现在才知道家在前面。千万要顶住！你妈的！无论最终结果将人类历史导向何处，我们决定选择希望。